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杨氏太极刀。上一次呢，我们学到了一个缠头裹脑，今天我们接着往下学。这个方向是在后边，那么今天我们身体向左转，把左步迈在右边是这个方向这个方向，然后把刀刃转向上，然后向下向下向后，然后刀刃向上撩，撩的时候把左腿跟上去，左腿上步，左腿上步，上步以后呢，继续转身向右转，然后刀刃向后向下向上，然后再向上再向上反撩一个反撩转身反撩，再转一个圈，然后放在这个腋下转完了以后放在腋下转两个圈，等于在这个方向转过来，刀刃看清刀刃是向哪的，上左步，然后放在右左腋下，左手放在右肩的旁边，然后我们从拦腰砍一刀，砍一刀，砍过以后，然后下面是一个缠头裹脑，缠头裹脑以后，然后我们把刀从右边从后边向前裹过来，然后就是把刀缠头下再拿过来，拿在什么状态呢？拿在这个状态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学这两个动作一个反撩的动作，一个是缠头裹脑的动作这个路旁边有人打招呼好，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学过的动作呢，这个希望大家呢，我们这个缠头裹脑就是以前学过的，学过这个缠头裹脑是从左边开始这样缠的有的这种说法呢是这样说的，说是从左边这样缠叫缠头，从这个右边向后向后叫裹脑，所以它两个动作放在一块叫缠头裹脑，有这样的说法一般的来说呢，都是你不管是从这边缠还是从这边缠通称四个字缠头裹脑，就叫缠头裹脑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喜欢的朋友呢，你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次呢再接着学下面动作。好，谢谢大家。